双城好，两岸好，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感想。各位都知道，这一趟双城论坛之行能够顺利举行，并不是想当然而容易。我们必须克服彼此的分歧，我们必须创造可以对话的空间，然后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对话，愿意在不平静的两岸关系之下，能够找寻可以对话、可以共享的价值。双城好，两岸好。我之所以这样讲，无非是因为上海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台北是一座非常独特的城市，两座在历史上关系甚深的现代化城市，如果能够持续秉持理性、开放、进步的治理原则往前走，而且持续维持双城之间的论坛以及各项交流合作的领域，我相信双城好、两岸好的期待必定可为。我在来上海之前，在台北参加了一场很棒的纪念展，是于大为部长的纪念展。于大为先生他的家族几乎是半部中国现代史的缩影，他在上海读过圣约翰大学，在抗战时期他投笔从戎，他是抗战胜利的幕后英雄，他当时还做过兵工署署长，后来来到台湾，他也参加在金门的八二三炮战，甚至受伤。从上海到台北，这是大时代的命运，这是个人机遇的选择。来到上海，又让我想起另一位上海人对台北、对台湾的影响，他就是从台北红回上海的作家张爱玲。张爱玲是在孤岛上海成名的，后来却在台北出版他的全集，红遍了华人世界。后来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从台北红回上海。我谈这些都是信手拈来，我可以想到在现代史上台北和上海的关系连结，特别在人的身上，大时代会影响个人的命运，但个人的选择会影响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就牵涉到了一座城市它要做些什么，又或者是一座城市在大时代它要扮演什么角色，可以影响时代的巨轮。台北和上海在大时代里，在这样的历程过程是不断往前进的双城，而身为双城首长之一，我相信我和上海市公市长一样，都渴望在大时代里把城市治理做好。所以我们今天把双城论坛的主题设定为新发展新趋势，同时我们聚焦在低碳永续、数位经济以及智慧医疗的原因。我相信每一座城市都必须要赶上世界的潮流，搭上发展的列车，才能够为市民朋友创造福祉。但是台北和上海的双城论坛又不仅仅只是城市治理的角色，双城论坛更在两岸关系中具有重要关键性的指标意义。两岸关系恰如江河行舟，当然不应该是过尽千帆皆不是，但是也不应该一厢情愿地认为轻舟已过万重山。在困难中找寻方向，在迷雾中我们要冷静思索。所以我讲双城好、两岸好，
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更要重视而且珍惜这样的论坛。我们要务实的对话，理性的对话，诚恳的对话。当双城能够汲取过去大时代对于个人命运的冲击，我们就可以珍惜、了解到、理解到和平的可贵。当双城能够成功的化解分歧、消弭对立，双赢所产生出来的连带效应将无可限量。让我再一次强调，双城好，两岸好，我们要有耐心，更要有信心。祝今天的论坛成功，双城进步，谢谢大家。首先我要谢谢各位的安排，我今天一下飞机接连参访的两个行程印象很深刻，尤其是上海老港生态基地，化腐朽为神奇，把一座原本垃圾掩埋场改造成一座生态基地，非常不容易。这也充分说明了对公共事务的解决，只要有心，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台北我们也过去经历过垃圾掩埋的历史，但是我们那时候透过垃圾分类、随袋征收，减少垃圾量，也减轻后续处理的环保议题。身为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市长，这是让我非常有感触的一个印象。我们要永续经营这座城市。上海市在现代史是现代化很早的城市，在现代历程当中其实跟台北也非常相像，过去也都经历过帝国主义的侵略，也都有为民族荣光的奋斗来展现。所以像上海淞沪会战见证了国军的爱国精神，也见证了上海市民的热血澎湃。而身为台湾首都市区的台北，过去一直也都是对抗殖民统治的一个动力所在。我们台北市司令古迹、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也正式纪念包含蒋渭水先生在内的当时一群年轻人，当时为了对抗殖民统治的民族精神，而那时就有许多的前辈是到大陆来接受教育。可见两岸，可见双城，台北和上海的关系始终都与大时代紧密的关联。历史是延续的，现实是发展，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两岸的互动，谈双城论坛，无非都是基于可以对话的历史条件以及文化脉络。但是我们要往前走，所以就要在现实中随时调整脚步，因应对策。蒋经国先生曾经说过，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也因此台湾有了快速的政治开放、社会进步、经济建设，也连带两岸关系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而随后大陆也有灵活的改革开放，也连带让两岸之间包括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都有进一步的交流。也由此再次显示，我们要务实的来面对发展，和平争取双赢。所以我要再一次的谢谢上海市府热情的接待。我许多大陆的朋友常称赞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但我认为台北最美的气质是包容多样。而上海，我必须说跟台北很像，让我很想用台北人很喜欢讲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感受。对上海，我很有 feel， 很有 feel， 谢谢。